这场气爆意外造成陈姓一家两死一命危，下午呢，家属回到了事发地点为过世的阿嬷招魂，场面令人相当的不舍。而家属呢也批评，明明事前就已经闻到了瓦斯味，却质疑新兴瓦斯却是草率的检查，才会酿成悲剧。举着牌位，神情哀伤。陈爸爸15号才刚送走宝贝儿子，现在还必须回到现场招魂，跟最爱的妈妈道别。新店气爆造成陈家两死一重伤，祖孙两人伤重不治，家属难以接受，痛批新兴瓦斯公司态度草率，检测不负责任。三个礼拜前我是住在这里的，昨天才通报，昨天通报今天爆炸，瓦斯味很重，结果他们没有人理我，他们来就用鼻子闻一闻，然后就说。我训练很久了，我天然气、瓦斯、沼气，我用鼻子闻，我就闻得出来了。居然是用这种结论来告诉我们。死者家属气愤难平，表示气爆前明明有通报有浓浓的瓦斯味，新兴天然气公司却派人来只用鼻子检查就判定是沼气，然后离开。上午新兴瓦斯公司人员来到现场，还推说是住户没有要求逐层检查。那他们长，他们的总干带我们到哪里检测，没有漏气味道，我们还在里。那为什么不逐层检查呢？他没有要求我们呢。他只说那边漏气啊。死者家属质疑新兴瓦斯没有持续逐层检测，没提早发现问题，才会造成后来气爆。现在到底谁该为气爆负责？也希望检察官能够尽快查明真相，给他们一个交代。 UDN TV 综合报道。